右侧头痛，右侧头痛，感觉有股力量，在往前推啊，在往前推啊，在往前推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，讲智能啊，智能工程啊，人工智能方面啊，往这边推。往这边推，人工智能往这边推，人工智能往这边推，实际上人工智能啊，里边的好多逻辑电路啊，逻辑电路，学起来，没基础的也挺难学的啊，没基础的也挺难学啊，有基础的也难学，有基础的也难学。但是呢，也当然也有高手在研究啊，但是他们研究高手在研究的时候呢，他们没意识到一条啊，人工智能呢不能无限制的智能呢，不能无限制的智能啊，智能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，因为如果人工智能一旦智能下去的话，最后就这个人工智能机器啊，它会提出需要灵魂，有灵魂的需求。如果不给他，他就借别人的灵魂，借别人的灵魂不是借其中一个人，而是借无数的人啊，可以让无数的人得病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呢，人工智能呢，不能无限度的智能啊，是有限度的智能啊。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